王牌对王牌。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下一关你们守护的王牌是什么？叫无与伦比。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彰显两位老师在春晚舞台上那种彼此之间默契的一种配合程度，对不对？我觉得一对搭档，在舞台上磨合的久了以后，就跟那个排球我们看到一传二传似的，两个再棒的人，如果你不默契，步调不一致，反而更可笑，是吧？默契度特别重要，所以两队今天默契度也要在无与伦比环节当中经受考验。你来比划，我来猜。无与伦比规则，四个字，在规定时间内，比划者可以用肢体和描述的形式向猜词者传达信息，但必须要在规定的角色内进行表达。当主持人敲锣时，比划者必须迅速转换角色，最终猜词多的队伍获胜。从王牌家族队开始派人。腾哥一个人比划，我们三个人猜。那你们猜的人是不是少了点儿？好，这轮你要面对切换的方式是男女不同的表述方式。呀，那腾哥在行啊。挑战开始。嗯，你可以说话了啊。啊，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可以说话。当然。七尺男儿，哎，快！得他们猜出来，得他们猜。那门游戏都变了呢。你可以说几个字儿啊？四个字儿啊？那再来。四个字儿。骑电动车。电瓶车。拐弯。换情绪，换身份。为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舒服了？这怎么了？这过山车，四个字儿，飞驰人生。嘎啦嘎啦嘎啦！骑马，那个旋转木马。哦，正确。哇，很惟妙惟肖的那个表情。三个字。变女生。不倒翁，对了，四个字，僵尸，游走，四个字，行尸走肉。哎呀，太快了！你太有文化了，天哪，你还是个文化人。四个字啊。剪成碟。哇太有文化了。三个字。三个字。女生。什么玩意儿？这是斗鸡、斗尖、怀孕、肚皮、肚皮舞。女生的啊，现在还是四个字，就演呗，你快点呢。这不好比。什么呀？这是男生。我刚才表不是男生的。这老太太。什么呀？这是。腾哥，你戏路怎么的了啊？有局限的。第二个字啊。开，进，缝，入。后两个字，后两个字。飞飞，入飞飞。哇，想入飞飞。哇，入飞飞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入飞。请检查一下华晨宇的麦还好不好使。娇艳欲滴，妖娆不行。骑马，那个旋转木马。想入非非。哇，
稍微出点事儿，花花啊，花花在那儿猫冬呢啊，参与很重要啊。下一题，下一题。打字儿。女版。星星。泰山。金刚。花花，你随便说点什么。好。仨字儿。惊讶。宠。消防员。灭火。灭火器。哎，正确。现在还是女版的啊，女版的。快点呢。怎么这么。四个字啊。啊。我的妈呀。春心荡漾。嗯，春心荡漾。哎，虽然你说的不对，但我很欣慰。第三个字。晃柳摇。再说。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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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姿百态。哎。很接近。千姿。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对。千和百。牵什么哥？牵手观音。啊，没时间了。牵牵百。牵和百。千花。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千千方百计。回头看看。千娇百媚。这么难吗？哥，你这个教这个，对不起，这个。那我应该演这个是吧？脚抬起来，粘上了。如果演这个教是吧？这个我们是那什么，我们词汇量太少。总体挺好，我觉得前面猜得很快。可以的，对对对对，我还好，没有特别增加难度，尤其是千娇百媚，没增加难度，向着自己人，对不对？特别想让花花开两个口，一直不开。本轮答对八道题，相当不错，相当很厉害了啊。很难超越感觉。来，麻花队走。李老师，刘老师，我也去啊。你猜吧，您要帮着猜啊。对对对，您这么博学的人一定得让您来、啊、我基本上猜不出来。来来来，那就是我没比划好。这轮沙溢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你的描述过程在普通话和地道方言之间进行切换。可我方言东北话，跟普通话很像。有其他地方方言会不？纽约河南话什么类似这样的啊。不太会，反正我瞎说吧。好，挑战开始啊。三个字啊，三个字。三个字啊。哎，东北人平时爱睡炕。火炕。第二个字对了啊。第二个。第一个啊。哎呀，热炕。热炕头。对，还是方言。耶，这个炕，直如疾风，势如闪电，直如疾风，势如闪电。这个炕我得懂不啊？这是上来，葵花宝典。这是啥？耍，这是耍。这是五，这手。对了，这是什么？云手啊，我拜占堂，葵花宝典。拜占堂的电梯。听不懂说的啥。这是什么武功？什么拜占堂？拜占堂的葵花点穴手。好。对了，全都浪费在交流上。对，四个字啊。啊，第四个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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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笑。对，大笑，哈哈大笑，开怀大笑，捧腹大什么捧腹大笑是吧？呀，方言啊，第一个，汪汪，狗啊，哎，你们那个汪汪说的是普通话啊，汪汪，第二个，狗鸡。
跳墙。哇！两个字啊，两个字，说这人呀，这啊，有气呀、啊，闹心，有气，胀气，憋，哎，有憋了，错。下一题，啊，四个字啊，四个字，这个给你个普通话。哎呀，就是月份牌大饼 ，vivo X23， 说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什么呀？开阔。对对对，意思是对啊，开阔啊，广角，广角，广，对，四个字后面两个对了啊，前面那个说是，哎呀，超大广角。哦。还有20秒，四个字前两个字瞪眼，对眼，鸡眼，凝神，后两个字儿，瞪眼吐舌，狗眼残喘，狗眼残喘，第二个字儿是晃眼，文言文说这是什么？文言文，木，第四个字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蛇，抽结蛇。好了，本轮答对6道题、啊。到了，到了，可以了，你这个表现的。这还有没说的呢？我就想知道说的哪儿的方言，哥哥。我也不知道啊。接下来是双人表演的。老妹儿，这咱没有人家年轻啊，人家那队伍就不是马铃肯定比划的比较。马铃也是够棒的。马铃，你上来叫马铃，你看。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这轮你们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温柔和咆哮。小花和张姐，花花，你温柔是什么样子的？平时就很温柔，就是这样了。嘿嘿嘿。那你咆哮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嘿嘿嘿。捶你的胸口。小拳拳捶你的胸口。好了，温柔和咆哮互相切换啊。挑战开始，现在是温柔的。三个字是一个动作。大马猴。温柔，温柔的。小云姐，就是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坐在。乘地铁。差不多。咆哮。差不多。啊！那不是地铁，另外一种还有什么？公交车。不是，但我们俩很。哎，挤公交。温柔的，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对，四个字啊，张柏芝演的。最后两个字是那个。吐。河东狮吼。温柔的，啊 ，sorry， 啊，好好犯规啊！啊，下一题，咆哮的啊！八戒，你不要再追我了！我要走了！哎，你演哪个？你不知道吗？对，我是八戒。告老庄，大孙悟空，抱着我的玉兔，嫦娥，嫦娥奔月，哎呀，正确，哎，想跟我抢嫦娥这个角色，你是长城奔月，下一题，这个四个字，第一个是温柔的。哎呀、这个尾巴，这是第二个字啊，
姚伟，耶，启麟。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那个，我们去公园玩那个，就是蹦极。那个，哎呦，好棒哦！好吓人呐！哎呦，好棒哦！有，这好荡啊！那好荡啊！是什么东西？一个，荡秋千，海盗船 ，yes， 荡。哎，哎呀，这个是什么？这个你会做吗？怎么？是一种武功。哎呀妈呀，扫堂腿。看给俺逼的。好，下一题。这你来演，你来演。好的。你演。几个字？三。咆哮。我的腰。水煮腰。有腰了。肯定是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会猜对。啊，下一题。咆哮。沈腾，以后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四个字，温柔。沈腾，咱俩以后老死不相结婚。结婚。第一个字是一个数字，第三个字也是个数字，六亲不认，一拍即合，一箭双雕。前面是对的，一拍是对的，一拍两散。哎，对。哎呀，啊，花花跟张姐两个人。小张，姐请你吃饭，不是张姐吗？张姐请你吃饭。张姐请你吃饭。咆哮起来。我们。花花和张姐两个人，我们俩在这里。从此以后就。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结婚了？啊，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哗，大海。海誓山盟。我们这轮可以啊。咆哮啊！后来才发现，我跟花花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俩是亲兄妹，私奔了，老死不相往来。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哇，亲，然后第三个字是亲拉，亲手。哇，我们俩真是亲。亲如手足。哎，还能拼一个咆哮啊。哎呀，但是所以张姐跟花花两个人真是无比登对。容易的反义词是不容易。雏鸟，快！简单的反义词，难呢？难，对，难上加难。一，难解难分。我这都能猜出来。逼着往出吐字儿。时间到了。真行哈！我最勉强、最难为人的就是这个。哎，这小胖手小胖脚都差不多大了。这轮有没有发现腾哥爆发了？他是
是主要为了埋汰我？不是，都让茂哥逼的。茂哥就在旁边。厉害厉害，保险啊！几个几个，我们几个，这轮答对了九个词。哇！压力太大了，你们，我不应该给自己的单位出这么大的难题，压力太大了。而且我们花花生动地演绎了他和张姐的一段爱情故事，从无到有的故事。好，来互换一下。你看不出来，我把这个机会都让给你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猜到你会猜对。水桶腰这是绝了，秒答！我说我的腰，水桶腰。好，大老师玛丽来演。也保佑我们啊！加油，孩子们！好了，这轮你们要面对的情绪转换是开心和悲痛。哦，从开心开始吧，好不好？来，挑战开始。好，开心，哎，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四个字。我。嗯，哦，这不是。登高望远，那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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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整四个字是吗？对，哎，变情绪。开心，然后最后一个啊。玛丽，对，第一个。1234567，对，骑驴找马，对了啊，好，别动啊，来来，第四个字，春节的字啊，最后两个字是，爸爸的媳妇叫什么？爸爸的妈妈，妈妈，哎哎哎。前两个，老公的妈妈叫什么？嗯，婆婆妈妈。四个字，开心的，开心的。啊。挤眉弄眼儿。换了，开心，俩字儿。来来来，来来来，好吧。悲痛的遛狗。这狗哪有人遛啊？这狗是要吃的去了，这是。缺，是缺的。啊，下一题是缺了俩字儿，是缺了碰碰瓷儿，死了俩字儿，急救，大老师那题已经过去了，哦，已经过去。啊，八块什么？腹肌。哎，对。来，下一题，悲痛啊，悲痛，悲痛，悲痛，四个字儿，第一个字儿，吃，嗯，第二个字儿，我是个什么人？大，不是男人啊？对对，知男怨女，耶，对，哇，好厉害啊！哎呀，下一题，下一题。三个字悲痛的哈，哎呀，小可怜儿，第三个字，林黛玉，王子的对象是谁？王子的对象，
公主。对对，第三个。开心了，开心了。公主病。对呀呀。对了，对。公主什么？公主病。花了。悲痛的。四个字，悲痛的。悲痛的。一拍两散。拍戏盒。对对对对，我。常远太厉害了，常远。我脑子太厉害了，来。知识量丰富啊，四个字。四个字。轮你醒醒，轮。第一个字是。笑笑，对对，第四个字儿，那个，口吐白沫，开心开心开心的，那个邓紫棋唱过一歌叫《泡》，像泡沫，对，然后两个人，开心，像，是一个成语，像，最后一个字是沫。像沫啊，对，果果，相濡以沫。哎呀，艾伦猜出来了，最后卡着点的。哇，相濡以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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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什么好嘚瑟的？你们主要是长远有点太过分了。应该是我们险胜，差不多，差不多得了，平手吧，差不多得了。这么没自信。公布一下这轮最后的总成绩，赢，行了，咱们赢了，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那嗨，耶！